各位法师，各位居士，阿弥陀佛。我们现在讲的是印度佛教思想史讲义，那么在第十一章的第十页。那刚才下课，有位居士他也很用功，那么他这个问到十一至九页的地方，最下面，他讲到说这个本性倒数第二行有没有？就说心性本净为烦恼所染，跟本有清净如来藏而为烦恼所覆藏，这意趣是不是非常接近啊？但是毕竟是不同哦，差在哪里啊？在早期没有如来藏这样的观念嘛，是不是？就只有讲心性本净。到后来我们说后期大圣是不是跑出了一个如来藏了？只不过这个如来藏它是清净的。如来藏是清净的，那只是被烦恼所怎样覆藏住，藏在里头。烦恼是不是在外面？它这有点里外了，因为它稍微变具体了嘛，是不是？但是在过去呢，在早期，在原始佛教的时候，并没有这种具体的东西出现，所以它的意趣呢是很接近的，是很接近，但是毕竟还是不同，那么这个。但是呢，也因为意趣很接近，所以后来那么如来藏也被称为叫做自性清净心，有没有？是因为跟原来的那个很接近，所以把如来藏又变成等于是转变成叫做它本身是自性清净心的意思，表示如来藏的这里头它是不是清净的啊？那这个杂染的染在哪里啊？染在外面，它是染在外面的。那么这位居士他这个也讲到说，他读大般若经，读大般若经的里面的这个初会，这个初分，那么其实已经有如来藏的思想，也提到的如来藏哦。那么我们就说，那可能就要翻到我们的前面第九至五页哈。第九至五页就是在讲这个我们初期大圣经典里面很重要的是不是就是般若经的传出啊？那在般若经的传出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到所谓的大般若经的初分，它反而晚呢，有没有？它是不是反而晚？在左边数来第三行，上面数来最下面这里有没有大般若经的初分？乃至于第二分，它是从初分然后往上才是第二分、第三分，再往上是不是第五、第四、第五啊？它的初分反而晚，那晚，那么在下面数最下面这一行的左边第二个，这里有没有看到这个已有真常之常乐我净的思想？有没有？它晚期其实。大般若经，所以我们也不能说，读大般若经里面完全一定都是究竟解脱，究竟了义的，不见得哦。有时候要看他的晚期还是早期的。比较晚期呢，他是不是也一样已经有真常的思想融合进来啊？会融合进来的。所以我们说大藏经里面其实不用去分什么真经伪经啊，说实在应该要去分的是什么了义不了义的问题，对不对？有世间希谈，有生善希谈，有对治希谈，还有什么第一义希谈嘛，对不对？那就要看何谓了义希谈，这个才是重要的。那其他的这个三个希谈是不是都比较方便善巧啊？还是有方便善巧的成分哦，还是有方便善巧的成分哈。那么也就是说，当然像如来藏这样的一个思想，其实比较容易广被接受，因为它的理论不多，很简单，也很像吃了一颗定心丸，比较有效，而普及，时间不需要多，理论不用讲一大堆，如果说我本具一颗摩尼宝藏，纵然我现在作恶多端。我是不是也都还有机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啊？有没有这类的？当然我们说，如何放下屠刀到立地成佛的过程就没有去讲了啦。或者说明心见性，我以前也会以为明心见性，以为就成佛了。
是因为我们忽略了什么过程，我们很容易简化掉。好，那当然我们说，哎，但要知道过程，知道这个其中的啊，那就得要怎样，是不是要花很多的时间呢、啊？那就必须要下功夫，就必须要下功夫。哦，那当然我们说在这个三系里头每个系的那个特质不一样嘛，对不对？像唯识，哦，他的那个系部是不是可以讲到很繁琐啊，哦，因为他从现象来讲。中观系呢，他就是从缘起性空不二中道来通彻嘛，他是不是各有不同 的方式啊，但是起码以性空为明系或真常为心系，其实他在次第过程中其实讲的比较详细，比较详细一些。所以我们说，哎，要建立起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呢？无非是希望我们从凡夫一直到成佛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要清楚明白啊，对不对？不管从这个中观系或者唯识系，哎，他也有他相应之处啊，对不对？哦，那当然真常系这个部分就讲得少，讲得少是因为它的理论简单，哦，比较简单，但是确实比较会神秘而通俗的信仰，哦，这是它的一个、哦，比较不足的地方，哦，也是我们必须谨慎的，哦，当然我们说，哎，在弘法度生，哦，就度化众生的过程当中，当然其实有时候也要看对象啊，是吧？哦，有时候也得看对象啊，哦，就是说，哎，如果这个，哎，应该说年纪已经很大了，身体已经不好了，要不断的希望能够他要保有那个对法的，哦，对佛法的什么信心，那可能真常唯心系好用。哦，但是如果说属于我们还愿意再去理解属于比较智慧型的，哦，这个属于知识分子，那是不是应该理论要多讲一些啊？啊，理论要多讲一些，啊，尤其我们说也趁我们还有能力去下点功夫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还是应该下的？哎，好，所以呢，这个当然我们说，其实印度佛教思想史非常的难讲，就是因为它牵涉到不同的那个啊的那个角度，它会有不同的说法的那个特质啊。好，那么我们现在再回到十一至十页哈。如来藏的本意，啊，如来藏的本意，那么这就讲到，就是在我们众生的身中，有如来那样的智慧与色相庄严嘛，啊，我们都一样都可以成佛的，所以呢，生佛不二啊，啊，也等于说，如来之所以成就如来的果报，必然是他也具有如来的胎藏。我们虽然现在还未成为如来，那也表示我们现在是不是也应该具有如来的胎藏，将来才有啊，也才能够怎样成佛嘛？啊，因为在佛教来讲的话，哈，啊，众生平等，人人具有佛性，人人是不是都可以成佛啊？那表示我们应该还是具有这样的一个胎藏，哈，啊，啊，所以呢，会生佛不二嘛？啊，生佛不二。所以呢，众生只是为生死法所怎样引缚而已。在生死流当中，我们是不是起了很多的烦恼啊、杂染啊，啊，然后把它引缚住了？所以我们纵然说，哎，应该都本具有那颗这个清净的如来藏来讲的话，确实我们觉得说，哎，为什么我都没有感觉到？那我们就说是被我们在生死流当中的什么杂染所引缚住了，所以我们感受不到。那这个部分其实还是可以去怎样，可以去觉发的 啊。所以呢，这里讲到如来藏它是人格化的啊，所以呢，在这个大众部啊，因为大众部系里头其实也会发展出什么大乘法、大乘佛法，对不对啊？大众部从东印往南印发展，然后跟什么分别说菩萨是不是会做结合？哦，在刚开始他的这个大乘佛法起于南印的时候，其实比较属于大众部分别说部所产生出来的大乘佛法，乃至于大乘经典来说的话，其实跟真常是有很深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往往都说，哎，这个南印的部分呢叫方广道人，有没有啊？大概其实传出的大部分是真常系的也
啊，就说真常系的这个思想其实已经很早就出来，只是他要成为学系是很难的，是他还必须要有论点的基础。经典其实传出很早啊，经典的真常维新系的经典其实传出早啊，只是他要成系比较晚啊。所以在大众部系里头呢，就已经讲到说世间法虚妄，出世法真实的思想相近啊。那么这个跟所谓的生死即涅槃的说法是不同的，生死即涅槃会不是比较属于什么中观系的讲法，因为透过因缘法里头我们说生死跟涅槃好像是两回事嘛，要去打破它是不是就是要透过因缘法来打破啊？啊，然后说啊，生死跟涅槃它是不是平等，它的平等在哪里，都是性空的缘故，有没有啊？但是这里讲到说世间法虚妄，出世法真实来说的话，那么就等于说这种世间法的虚妄呢，它好像就外附在外头的啊，出世法真实的这种出世法清净无染的啊，它其实是在里头的啊，就如同如来藏一样嘛啊。那这种说法是不一样的哈、啊，就说跟生死即涅槃，因为它的这种学系不同，角度不一样啊，等于，所以我们说像真常系的，它会比较从现象来谈，会把它变成两件事情来谈啊，世间法虚妄，出世法真实，这是不是当作两件事来谈？是不是比较在相有上面来谈啊？但是如果生死即涅槃呢，它是不是融然一体的、啊？为什么能够融然一体？是不是还是透过因缘法来融然一体？对不对？啊，所以若以中观来讲，世间法跟出世法是不是应该要出世？要能够怎样出入无碍嘛？他会把它变成是两件，这个叫做世间法，这个叫做什么出世法？若从相有的角度来看，那么我们就啊说世间法是虚妄的，出世法是什么真实的？但如果以中观来看，怎么看？是不是从因缘法来看？然后打破界限，他是不是用打破界限的方式啊、哦？乃至于还要打破这些，是不是？然后就说怎样，事出事入而无碍，有没有？如果我们刚才讲成两件事情的话，是不是就会有碍啊？但是这个的话就比较无碍。从因缘法来看，这个是什么？中观的特质，就是性空为明系。所以说生死即涅槃嘛，有没有生死即涅槃？那这个等于世间跟出世法是不是也平等的、啊？其实也是在讲它的平等，才能够无碍嘛。啊，但是如果真常系，我们就刚才讲，它是当作两件事来看啊，这边是虚妄的，这边是真实的，里面是真啊，里面是清净，外面是什么杂染？它是不是也分内外了？里面清净，外面怎样杂染？这是不是从现象来谈，才会有里外？这样理解吗？啊，真常系其实它会比较从现象来谈。那这种从现象来谈，是不是大家容易接受啊？要谈到里面才难呢、啊，谈到里面的那个因缘法，是不是才难呢、啊？身观因缘法的平等性，光这句话就已经非常的困难。这是不是在讲不二中道啊？是不是在讲缘起性空啊？哎，好，所以我们说，哎，讲这个系其实就是要跟另外一个系去做比对，才会知道它的差距哈。好，所以呢，在这个思想的发展当中，如来藏就融合了心性本净说啊，所以也跟真如等去相结合，好，会结合到一起去。那个清净的如来藏，哈，就说那个如来藏是清净无染的，就会跟什么心性本净把它结合在一起。那么就如同下面哈会有摄曼经，还有不增不减经啊所说的，啊，以摄曼经也讲有二种如来藏的空智嘛。好，那空智呢是要空性智。依空性智而来说，所谓的空与不空，哦，那也就是说，这个如来藏的空智啊，当然
一讲到智慧，其实会比较在性上面才比较谈得到智慧的部分呢。啊，那就像唯识虽然也在谈相有，啊，但是呢，其实是不是还是要谈性啊？所以他会立出三相，啊，先立出三相，然后再怎样说这三相是由三性来的。啊，因为有三性，所以他也要有三无性，从三性三无性里面来显中道。啊，他比较迂回曲折了哈，但是起码我们也可以知道说，在这三系里面来说的话，只是偏在性就比较谈空，偏在相是比较谈有，但是对另外一边是不是还是要谈啊？不能不谈，对不对？性空是不是也要谈相有的部分啊？那性空怎么谈相有？是不是就用缘起法来谈原生的相跟什么缘灭的相嘛，对不对？那所以呢，以性空为明系、中观系来讲，当然它比较重的是性空的部分哈。那唯识、唯心它比较重相有，不过啊，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还是会有所谓的空性智，啊，也等于说是比较深入的一个智慧来看待，然后再依着空性智来说它的空与不空。哦，所以我们说这个如来藏哈，就会有所谓的空如来藏跟不空如来藏。所以呢，这里的空性智啊，何谓空性智呢？它就是说，不是只有谈外在的世间的现象，啊，它所谈的呢是比较到这种所谓的真如法性上面去了。啊，就像我们说唯心不是。波瑞系哈，所谓波瑞系就是中观系，就是缘起性空，性空为明系嘛，对不对？好，那么这个部分来说的话，也是希望透过波瑞而达于什么真理的现象，对不对？达于真理的现象。那何谓真理的现象？以性空系来讲的话，说是叫做诸法实相，或者叫诸法空相，有没有？那以真常系来讲的话呢，它就叫做真如实相啊，真如的那个相。所以它这里讲到说，无有智外如，无有什么这个如外智啊，啊，就说智与如呢，其实它是必须要怎样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要达于那个真理的现象，一定要有什么，一定要有智慧，非有智慧不可。所以如智不二啊。如与智呢，其实是不能怎样，不能离开来的。如果没有智慧达，没有办法到达什么，到达真如，就是真理的现象，啊，所以这里说无有如外智，有没有？无有什么智外如？啊，就是说一定是透过智慧而达于如，啊，达于如自然会有智慧。这两者呢，它其实是怎样？是如智不二的，如智不二的啊。但是呢，依此来说有啊，依此而说啊，那么与有漏的杂染不相应呢，就叫做空；与无漏清净法来相应呢，就叫做不空。所以它还是会有空与不空，有没有？所谓的空，它比较放在哪里？杂染，有漏杂染。我们上节课是不是也讲到空是什么？是不是外在的？不空是里面的，反而不空的是在里面，有没有叫做不空如来藏？因为他还是觉得是有的嘛，是不是还是具有那个如来藏啊？所以它里面叫做不空的，哦，所以它的所谓的不空是与无漏清净法相应，有没有？里面是不是无漏清净法？外面的是什么？才是杂染的吧？有漏的杂染，啊，有漏杂染法叫做空，啊，所以这个我们会比较不习惯哈，啊。不过从图像来比较好想，里面叫做不空，外面是不是叫做什么空？要去空去什么杂染，来显发里面的不空如来藏，啊，好，那么所以呢，在这个不增不减经里面也讲嘛哈，说如来藏未来际平等恒极有为有法者呢，即是一切诸法根本啊。
啊，也就是说这个如来藏还要怎样，未来即平等而且恒哦。好，所以这个叫真常嘛，它是能够真实而存在的，而且是恒常而不变的，啊，是尽什么未来际的。好，那瑜伽行派呢，也是用真如啊空所显性来解说如来藏啊，以真如无有，以真如所有无为功德来说不空，有没有？所谓的真如，它必然是无为功德。真理的现象是不是要跟无为相应啊？哦，那这个部分它无为就会无漏，我们是不是有为就有漏？有为就会有漏，哦，因为有为是不是它就会原生原灭，会漏失的？哦，无为的话呢，因为它灭而不再生，不生是不是就会不灭啊？不灭就能够不漏嘛？哦，所以无为功德，那么它是解说为不空，其实也是怎样？是会通了，啊，是会通了哈，但是他的讲法不完全一样。不过就是说，他的那个空与不空啊，大体上面我们先要搞清楚的就是，所谓的不空，反而是讲清净无染的部分，是无为法的部分；空反而是讲在什么这个有为法的，啊，是杂染的部分。这个跟我们性空文明系是不是正好相反呢？我们要讲，为什么要讲性空？讲性空的这个空，无非是希望我们能够怎样放下自信妄执，对不对？放下自信妄执而达于什么真理的现象，叫做涅槃的境界，叫做诸法实相，是不是透过空而达而到达的哈？那他这里呢，反而空是在讲什么有为的、杂染的、世间的啊这些烦恼的，不空反而是在讲里面的清净的，是无染的。好，所以在《圣曼经》里面就讲说，如来藏啊，就是所谓的空性智啊。那么跟后期的中观者也有复合而不自觉啊。也就是说，所谓的中观学派来讲的话，虽然它出现的最早，但是在唯识系之后，它是不是又再度的兴起啊？叫做后期的中观。那后期的中观呢，就会难免跟什么唯识真常会结合而不自知啊。所以导师也告诉我们，要学中观要学什么初期的，要学龙树菩萨的，因为后期有轻便有佛护啊，就是龙树菩萨的弟子们后来再度的中心起来。但是因为后来比较晚期后期的时候，因为有唯识有真常，它是不是会结合在一起，那就复杂很多了，哦，就复杂了，那个并不好，哦，尤其像藏传它会比较用的是这样子的，哦，是杂糅后的，哦，所以以汉传的话，我们就有机会学到的是什么初期的中观，不是后期的中观。藏传所学的都是后期的中观，哦，因为传译的关系嘛，藏传它比较属于后期到秘密大圣，那我们汉传是不是正好在初期大圣的时候啊？哦，所以我们比较能够直接哈，哦，这个学习到的是初期的中观，哦，初期大圣里面的中观。好，所以呢，说如来藏是自性清净心来讲的话，那么六识等七刹那法来讲的话，开始了如来藏与生灭世的关联，发展成后面的这个真常唯心论了哈。那当然这里哈，光是六识等七法刹那，这个都是非常繁复的哈，我们只好先略过了哈。就意思就是说，从如来藏到清净心的结合，然后呢，产生了所谓的真常唯心论，那也才有所谓的真常唯心系，对不对？大圣是不是这三系啊？啊，所以导师把真常唯心系放到最后面一系，太虚大师是不是放在最前面啊？叫做法界圆觉宗。啊，这是两位大师们他们的看法的不同。当然，太虚大师比较站在中国的角度，啊，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什么法界圆觉宗，真常唯心系是我们汉传中国喜欢的。
啊，因为它比较简单。至简至圆至钝是我们的民族性嘛，对不对？啊，说要讲的那么详细的，像性空为名系真虚妄为识系的，尤其到虚妄为识系，是不是更复杂了？啊，更复杂。这两系反而在汉传里头，啊，这个当然我们也都很重视哈、啊，汉传来讲都很重视，但是普遍性来讲的话，啊，反而不及什么真常。反而不及真常系哦，哦，好，那总之呢，如来藏者呢，就是以空性智来融摄空意，哦，他的这个空性智呢，其实是用如来藏的空智，并不是讲的这个性空为名系的空性智哦，不一样，有没有？因为他这个空性智是不是在上面《胜曼经》里头有讲到吗？啊，叫做如来藏的空智，空智就叫做空性智，有没有？啊，所以它的空与不空的定义跟什么，跟性空为名系的是不一样的哈、啊。那总说呢，它就是用空性智来融摄空意，因为它对原始佛教所讲的空意，它也不能不有所交代，所以它也必须要去融摄空意。那么，所以呢？如来藏以空性智来融摄空意，以如来藏心来融摄唯识意、啊、所以在印度的这个大圣论义当中呢，中观与唯识其实也被融摄在如来藏说当中、哎、那么才形成了印度大圣学里面的一大系统啊。因为也有人认为啊，就像藏传来讲的话，他们会认为在印度来说的话，大概就是中观唯识两系啊。导师也讲过，在印度来讲的话，中观唯识系它是两大规则，有没有？但是导师也讲哈、啊、其实我们是不能去忽略还有个真常唯心系啊。的这个真常唯心系来讲的话，就是因为他用了什么，用如来藏来融摄啊，来融摄了空意，就是融摄了中观，他也用如来藏心来融摄了唯识啊。所以呢，他真常唯心系哈、啊、他的产生其实会是在什么，这个中观跟唯识之后啊。这是导师啊，导师的这个的思想里头哈、啊、很强调的啊，真常唯心系哈、啊、他是比较晚的，是因为他融摄了什么中观跟唯识啊，中观跟唯识的啊。所以如来藏说啊，他会比附于中观唯识而怎样，瑜伽就是唯识嘛，对不对啊？他会比附于，他会依附在这个中观跟唯瑜伽而发展呢、啊、一般以为只有中观跟瑜伽两家啊，那这个是受到众论的义的影响。因为在经典里头，其实真常唯心系的经典很多，但是论点很少。如果从论点来考察的话，真常唯心系的论点非常少，它但是它的经典非常的多啊、表示其实还是会有真常唯心的这一系是不容置疑的了啊。只不过它呢，它其实是依附啊，它融摄依附在中观跟唯识里头，但是因为它这个部分其实也是它的那个规模也不小。啊，是因为他的那种珍藏的经典很多，啊，虽然论点少，那如果从论点来看，会以为他没有，那其实还是会有这三系的，啊，还是会有这三系，啊，好，那这个是属于这个后期大圣，啊，后期大圣，因为讲到后面其实非常的繁复了，是因为那个所有的思想都怎样，都会相互的影响，啊，会搅在一起的，啊。好，那么我们的这个中册啊，这个告一个段落，然后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下册第十二章啊。第十二章也就是大圣时代的声闻学派，其实我们在这个之前讲过了啊。其实在我们讲这个阿毗达摩那个时候，是不是曾经讲过，因为所谓的声闻学派其实就是他的很重要的论点，是不是就是阿毗达摩啊？啊，就是阿毗达摩，只不过他这个声闻学派，他延续的很晚，
一直到大乘佛教的时期，他的那个声闻学派是不是依然存在啊？啊，所以我们说初期大乘叫做什么？菩萨为本之大小兼唱，有没有？大乘、小乘声闻法其实一样，它依然存在的，它是依然存在的、哦、啊。那么当然，它因为也受到了大乘佛教的影响，所以它其实在部派里头，它还照样在分裂，有没有？所以在说一切有部里头，说一切有部啊，因为说一切有部，它的那个发展非常的长。好、哦，那么在下面有没有说一切有部跟经部的这个产生啊、哦？我想我们其实也讲过，在部派，其实我们在讲部派的时候，在讲大乘兴起之前，其实我们已经讲过这一段，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印象啊？啊，大概有点忘记了哈。我们这样看哈，这是印度恒河一位恒河的时期，佛陀他是不是一直在这个恒河两岸说法，没有离开恒河两岸？所以我们说佛陀在世的时候叫做什么？根本佛教。之后呢，佛陀涅槃之后是不是做了第一次结集，还一味和合了100多年，那么叫做什么？原始佛教。那这100多年的原始佛教时期，结集了什么？色阿含跟绿点，还有绿点。等到这个时间长了，空间是不是变大了？然后呢，就会物以类聚，啊，这个根性相同的是不是聚在一起？之后为了戒律的问题，啊，做了第二次结集，是不是之后就开始分裂？首先就会有什么？这两部分，这个叫做律众根本，它是不是比较集中在这里？东方印度啊，也受到阿难晚年的影响。阿难晚年其实在东方印度。哦、他们的思想会比较自由一点、哦、那叫做律众根本嘛，这叫做什么？轻重等持，所以它这里叫做大众部。这里是不是就分裂成上座部，对不对？先从一位和合变成二部，之后变三系，从这里又分出折中的叫做分别说部，有没有？这是不是分别说部？分别说部还一直到锡兰、啊、之所以到锡兰，其实跟奥育王很有关系。我们现在讲的桑吉大塔就在这个地方，就在分别说部的地方、啊、奥育王，我们说他奥育王他这个当国王之前，其实受到桑吉很大的帮忙，因为他的太太是桑吉人，所以他为什么即位以后他会到桑吉去盖塔，会有桑吉大塔的出现呢、啊啊？是很重要的，其实就在这个地方、哦、佛教艺术的那个泉源在这里 哦，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从上座部分出来，偏于大众部，它属于折中学派。这两个部分呢、哦、大众部还会从这里发展到这边来，那么就形成了什么？大乘佛法，大乘法。大乘佛教的兴起起于南印，但是后来怎样大成于北印、哦、那当然以上座部来看呢，它还有一部分会往怎样西北，这里叫做什么？说一切有部，这里叫做独子部。这两个部比较接近，它都比较大众化、哦、大乘佛教兴起、哦、那说一切有部呢又往西北再发展，就会形成现在的这个叫做迦斯弥罗跟犍陀罗，然后跟经部，它分成三个部分了。啊，这三个部分呢，最左边叫做犍陀罗，
因为犍陀罗在西北印呢、啊，中间呢叫做大毗婆沙师啊，大毗婆沙，因为当时候大毗婆沙论的出现，是想要把说一切有部的说法定于一，没想到为了他定于一，是不是又分裂了？有没有？又分裂，所以他这里还有个经部。那这个经部呢，往这边分的都是，往这边分裂的都是比较接近什么大众的啊，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呢会有大毗婆沙论。大毗婆沙论是从西元前150一直到西元150，西元150已经是什么大乘佛教的兴起啊，也就是说大乘佛教的兴起在什么时候啊？西元前50年就有了啊，而且呢这里的大乘佛教，我们说它还会往这里发展吗？跑到这边来，所以我们说大乘佛教的时候，这些声闻学派是不是依然存在啊？其实依然存在，所以叫做菩萨为本之大小兼畅，有没有？那也在这个时期呢，往北传，经过中亚，到了什么新疆，啊，经过丝路而到了敦煌，啊，再经过河西走廊，是不是到了中原？成为所谓的北传佛教，台湾是不是吸收北传佛教过来的、啊？哎，所以呢，它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啊，有大乘佛教，也有什么声闻学派，也有声闻学派啊。所以呢，我们在第12章啊的这个下面有没有说一切有部的下头会有东方的迦师弥罗师，有没有？西方就叫做什么犍陀罗师，叫做犍陀罗师。在东方其实等于在中间呢、啊、在中间迦师弥罗这个地方是因为有所谓的大毗婆沙论，有没有？在迦尼色迦王的时候有大毗婆沙论的出现。大毗婆沙论呢其实是大众集体经过了300年的编撰而成的，想要把说一切有部的思想定于一，有没有啊？本欲造毗婆啊，毗婆沙论来答于有部思想定于一，反而意见是不是更加分歧，就形成了所谓的东西二系。东系就是迦师弥罗，也就叫做迦师弥罗师，或者叫做大毗婆沙师。那跟西方是不一样的，西方的是什么犍陀罗师，或者叫做外国师啊，或者叫做外国师。那迦师弥罗师啊，就等于说是以什么以论点为主的啊，大毗婆沙论为主啊。那但是在东方的在右边呢，其实又出现了叫做持经譬喻师。持经譬喻师呢，它会变成是后来经部的什么全员，那么有个法救啊，有部的四大师啊，有部是不是有四大师？就是释有、妙音，还有法救跟什么觉天，有没有黑体字？有没有看到啊？那这个释有跟妙音来讲的话，它比较属于西方师。西方师呢，就是他把这个所谓的这个阿毗达摩的论点比较组织而条理化。啊，那像妙音啊，妙音来讲的话呢，也算是这个不忘人间的一位这个大论师。啊，那旁边还有法救，还有觉天，还有觉天。那等于持经譬喻师，其实他比较接近什么大乘法啊，因为他透过持经譬喻，是不是才能够把佛法广播人间呢、啊？啊，那属于阿毗达摩论师来说的话呢，他就是那个法义精严的啊，法义精严。所以在12章2页哈、啊，因为我们这部分因为讲过，我们这大约把它带过啊就好了，等于是回忆这个啊整个历史脉络的一个回忆。那这个时候因为跟大乘佛教呢结合在一起哈、啊，尤其到后期大乘的唯识啊，唯识学，我们说唯识系它是不是？啊，因为我们后面会介绍到无着跟世亲菩萨嘛，啊，因为无着世亲菩萨他其实是犍陀罗这边的人，啊，那那个时代其实又有大乘法，又有什么声闻学派，那这个声闻学派就是属于这个说一切有部的哈、啊，所以呢，在这个时候
十二至二页有没有上面说阿毗达摩论书呢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啊，他择取要义而怎样而组织化了，而组织化，所以我们说阿毗达摩论书呢他其实会逐渐的啊更加的有组织，那么也等于说比较西边来讲的话呢他非常注重理论的啊，因为大毗婆沙论其实也是从这个北方的这七论里面所发展过来的哈，一生六祖论里面的发智论啊所发展出来的嘛。那右边的啊，等于这两者啊，这个说一切有部的西方师跟东方的迦斯弥罗师合起来，那么发展了所谓的阿毗达摩论书。那右边呢，其实跟分别说部、大众部还有正量部呢结合在一起啊，跟持经譬喻师怎样做了结合，后来就发展出所谓的经部来。哦，那这里面呢我们就会可以看到他会内众禅观有没有啊，深入浅出而向外怎样这个宣化啊，所以他比较属于持经譬喻啊，持经譬喻师，所以我们都把他称为菩萨啊，比方像马明菩萨啦、鸠摩罗陀啊啊这一些，所以持经譬喻师来说的话他比较兼容菩萨的精神啊，在初期大乘佛法的兴盛当中是不容啊，不应该被忽略的啊，所以就会有第二节的进步跟后期的这些啊阿毗达摩的一个综合学派的产生啊。那在十二至二页的下面哈，世亲啊，这些阿毗达摩论师来说的话，其实造了很多的论啊。那世亲菩萨他早期也是啊。他以声闻学派为主的啊，是被这个无着他的兄弟所感化有没有啊，之后呢希望他能够造大乘的论啊，不过他在早期他像俱舍论都还是属于什么声闻啊，声闻的这个论点啊。那所以第十二至三页啊，经部的思想因为他比较自由啊，经部因为他是属于持经譬喻师嘛，他也脱离了东方的迦斯弥罗师，也脱离了西方的犍陀罗师，而自成一部啊。那因为他的思想比较自由，所以呢他的上座跟弟子间的思想就不一定很一致啊，在这个在推定的这些修正啊，这个正是要加言字旁的正啊的次第也比较缺乏传承，所以就比较不能引起坚定的信仰啊。所以瑜伽行派在那个时候兴起，融摄了经部而转为什么瑜伽大圣有没有，瑜伽大圣除了说一切有部的基础之外，他还融摄了经部，是很重要的，因为经部它本身啊会有大圣的这样子一个倾向啊。所以这下面就讲到嘛，持经譬喻者被称为菩萨有没有，对北方啊的佛教有广大的影响啊，尤其他们比较能够这个得力于赞颂佛德，而且广说譬喻，并且他内勤禅观，充满了宗教的活力啊，那么也是一种通俗的教化啊。等到他这个独立成部，也就是成所谓的经部，也等于脱离了有部啊，他又为了反对这个毗婆沙译，就转为经言啊，专精义理的这个思辨者，他固有的长处就淡化了啊。也就是说其实经部他的那个什么特质应该在持经譬喻嘛，对不对啊，是比较有活力啊，但是因为他的那个前身啊，他一样具有什么理论的基础哦，是因为他本来就是属于有部的嘛，有部很长于论义的啊，他们的论点也是特别的多的啊。但是如果他脱离了有部之后呢，那么反而就是要再去专精那些义理的时候，那他原来的那种持经譬喻啦，比较有活力的部分，是不是就反而消失了？哦，那他的论义又不能坚定自宗，所以他就从佛教界迅速的消失。哦，进步的时间很短，不过他倒是提供了啊，这个比较等于是这个瑜伽大圣
的一个很重要的泉源。所以我们说瑜伽大圣的这个发展来讲的话，除了说一切有部，其实还包括了经部，融合在一起，而产生了所谓的瑜伽大圣，瑜伽大圣。所以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后期，后期是不是就是瑜伽跟真常啊？所以会跟这个部分呢，会结合在一起。那这个部分我们带就是这样稍微带过，有这样的一些概念。当然这里头出现了很多的论师。好，那么我们这个翻到我们的第十三章瑜伽大圣。因为我们现在要讲的是瑜伽大圣，因为在后期里头包括了瑜伽还有什么真常，包括瑜伽跟真常。那我们当然我们的第十一章讲的是后期大圣，所以我们后期大圣的后面就是会讲到这个真常里面的什么如来藏的问题嘛，好，那在第十三章的时候的这个部分呢，就专讲瑜伽的这个部分，也就是所谓的虚妄唯识系啊。好，那第一章里头说瑜伽行者跟论书来看待那么因为我们说大乘佛教的二大正轨就是什么中观学派跟瑜伽行派，这两派呢它的论书都很多，是因为他们出现了大论师的缘故。中观学派里头是不是就是所谓的龙树菩萨龙树菩萨一个人就够了当然他的弟子叫做提婆，著作不算多了但是光是龙树菩萨的著作就足以成系了那瑜伽行派里面呢很重要的就是什么无着世亲两位兄弟那无着世亲呢他们比较晚，因为336到405是无着361到440呢是世亲菩萨，他们已经属于什么后期大圣了后期大圣。好，那因为有这两位兄弟他们的论书够多，所以他们也就能够成为所谓的这个瑜伽行派啊。那他们的最根本的其实是因为依据了瑜伽师地论而得名的缘故。那以瑜伽师地论来讲的话，是不是唯识系里面的非常重要的这个论点啊，根本论点啊。那瑜伽师地论里头分成五分会有所谓的本地分、摄抉择分，有没有摄事分、摄义门分跟什么摄事分两个摄事分不同的事，对不对总共有五分所以虚妄唯识系又叫做瑜伽行派他们也很重禅观啊，这些其实跟什么经部也有关系的跟经部也有关系所以呢这个之所以被称为瑜伽行派，主要就是依据瑜伽师地论所以瑜伽师地论会是瑜伽行派的根本论、根本大论所以瑜伽师地论有五分那在本地分呢，它是根本的分为十七地，所以在我国起初的传说又叫做十七地论。十七地论在十七地当中呢，第十五就叫做菩萨地有单行流通的，现在也还有范本所以这个瑜伽师地论之所以称为大圣，其实跟这个菩萨地是很有关系的所以呢这个菩萨地也就是说是跟本地分里面的十七地，十七地里面的第十五叫做这个菩萨地是有很深的关系。所以在这个菩萨地来说的话，那么在我国北梁时期在西元414年的时候，这个谭无谶来到了这个姑藏的地方，就译出了所谓的菩萨地持经还有呢在这个宋齐梁陈的宋不是在宋元明清的宋西元431年的时候，求那跋陀罗也译出菩萨戒经这二部都是本地分当中菩萨地的早期译本这个在中国来讲都是流行很广的。菩萨地持经跟什么菩萨戒经是来自于
瑜伽师地论本地分里面十七地的什么第十五地叫做菩萨地。好，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好，我们休息一下。阿弥陀佛。